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。如果你认为强者是危险的，那么等着看弱者的能力吧。乔丹 B. 彼得森。这个星球上一些最弱小的人造成的伤害最大，他们代表自身利益，认为牺牲他人的繁荣和幸福是可以辩护的。出于恐惧，这些软弱的人为人类目睹最恶劣的待遇和暴行辩护，其他人已经抛开恐惧去做正确的事，坚持同情、无私和公平等原则的人会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在爱的激励下，这些有权势的人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引导他人学习、成长和寻找幸福，一句善言，做出艰难的决定来做正确的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